闽南语汉字学，闽南语汉字学就是台语汉字学，台语就是闽南语，分读音甲语音两种发音系统。其中读音系统是古早中原的汉语，黄俊荣布袋戏的读音系统就是古早的唐语，或者叫做雅言。那是台语的母语，两千年前流行于河南省一带。魏晋南北朝期间，古汉人因为战乱南迁到闽南，即马叫做闽南语，来到台湾叫做台语。台语有音就有字，只是真侪人袂晓写。其实读音与语音是两套无同的字。读册人有读册人的字，母语有母语的字。虽然字无同，但是意思相同。下底是我的说明。下底用两字同款意思的汉字，解说台语用字的原则，请你斟酌听。拍打。打开，台语拍开，拍打这两字在中文下叫做同义副词。什么叫做同义副词？意思讲这两字的意思相同，但是经常做伙出现，哦，叫做同义副词。啊，这个同义副词，一字是国语，一字是台语，一字是读册人的用字。一字是咱台语的汉字，咱再来看亮光，亮光这两字嘛是同义副词，天亮台语天光，天光。牙齿牙科台语齿科，哦齿科。毛发，哦咱讲毛发很浓密，毛发。头发台语头毛，乌黑黑云台语乌云，哦乌云，国语用黑，咱台语用乌。庇佑保佑台语保庇，哦，所以咱台语有字哦，咱是这里佑的对面，迄个同义词就是咱台语的字。震动哦，咱点来看下震动，震动。地震台语的地动，因为震就是动的意思。惊吓吓死台语念作惊死，因为吓的同义字就是惊。木材木屐台语茶夹，啊有人讲木夹，木夹就是木屐的读音，茶夹就是后壁这两字材质。烘烤烤肉台语烘肉，哦，这个烤肉为什么念作烘肉？是因为后边这里才是烘，哦，烘烤的烘才是烘。颗粒，哦，咱讲一颗台语讲一粒，啊，一粒。灯火，哦，咱讲万家灯火的灯火，电灯台语的电火。啊，但是灯甲火虽然是同义字，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差别。这个灯就是爱爬去管顶点的，迄个叫做灯。但是下底这個叫做火，哦，伊有一个上下的差异。但是因两字嘛是共款，是同义字，哦。既然看到的语念出来的音是不同字，那的台语汉字就是之。所以本影片拢用之来取代这个的，就是这个缘故，哦，因为过去讲台语的族群根本无教育的主导权，所以祖先真巧，教囡仔看到读册人的字念台语字的音，将台语的音都保留落来，哦，所以咱拢看到国语字会念台语字的音，就是这个关系。咱再来看哈，咱点来看到山顶上这三字，山顶上，这个顶上哈，山上
台语的山顶，因为顶就是上的意思。好，咱徛起来，头壳顶就是头的最上面。好，那山脚下，山脚下，脚下，咱徛起来，脚是最底下，所以脚就是下的意思。所以山下台语的山卡，明朝的古册足迹拢来写作脚迹，就是脚架，啊，脚架。哦，虽然讲无影无踪，哎，踪就是迹，哦，咱用读书的规则，踪就是迹，无影无踪，啊，等于改作无影无迹，就是无影无迹，啊，就是安尼来，真简单。以上你看到拢唔是你所看到的，你看到国语字念台语字的音，因为台语有台语的字。以上用阿尼的介绍，你到底看有阿无？台语确确实实有字，而且是读册字以外，另外一字意思同款的字。中文系叫做同义副词，同义副词是无共汉族同款意思的汉字组合。谢谢观赏，谢谢，多谢努力。